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你来看一下，这些奖杯都是我钢琴弹到的，我保证我没有在炫耀，我一定没有在炫耀。虽然说还有一次是倒数第二。好，没事，我们来看看这首世界上第四难的曲子，我视谱能弹得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这个人的手超大，他可以弹这么大。哎，不对，这么大。这么大，他手这么大，他合起来这么大，巨人呐、啊！啊，算了，不管，来弹哦，试弹。哎，各位，我弹错了。不对，我忘记弹左手。哎，等一下，左手怎么鬼上头？不想弹了。好，行了。